NASA 人类登月计划吉祥物的我，为了庆祝美国阿波罗十一号登月50周年，在日本晴空塔举行了个展览，等我带大家去看看啦。搭 lift 由350楼直上445楼的天望回廊，感觉好像坐紧火箭升空咁，令我好紧张兴奋啊！我和 Penis 成员着起橙色太空衫同大家影相。在110尺长的天望回廊墙会有我和 Penis 的介绍。大家可以在这个布置成太空的打卡墙影相留念。这次特别找了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协助，解说有关太空和人类升空的小知识，还展示珍贵的模型和太空衫，同时都展出关于 Penis 太空故事漫画和手稿。清楚了解宇宙和太空的知识之后，大家可以和 Charlie 班和我参与宇宙探险任务。游览完记得去买纪念品和在主题餐厅吃个 lunch。买纪念品做靓靓纸袋送添。我是时候开餐啦，大家记得嚟晴空塔揾我啊！